天的表演真的可以不错啊。还有一个节目，还有一个，还有节目，都到这程度了还有节目，还有一个102斤重的。哦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听，就是说这个就是只是钢钉嘛，还有一个100，看四个小伙子抬上来了，看看这个，你抬上来的，你垫垫，来垫垫，这呼啦圈102斤重，3。得了，你们俩个就是啊，你使点劲儿，我使哪劲儿都使出来了。来，我就不信抬不起来，1、2。哎，不是你，哇，这么沉？对啊。你的对手如果要验证一下，没问题，对吧？验验吧，验吗？验吧。海滨过来，你验验来。对，看看这是不是这个102斤重的呼啦圈？来，来单拿啊！啊。哇，怎么样，海滨？你证明一下，证明一下。哇，别撒脚。是真的吗？绝对的吧。真的是太沉了。不行，毛毛，我来，毛毛呀！大家不要慌，你们让开，毛毛，小心呢。太棒了，妹妹，咱别为难自个儿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体重还没他沉呢，啊。算了，102斤重的呼啦圈，我们这一位先生赵军华，要在腰上旋转起来，转起来，不开玩笑，大家掌声，大家靠边一点啊，很有可能转起来之后就出来了，大家靠边点啊，小心点啊，打起来啊，来，我哇。加油，鼓励鼓励，赵军华加油啊！加油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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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知道100斤要转起来，1两灌1斤呐、啊，这转起来相当于小千斤重的一个力道，啊，掌声不断，还得一直转是吧？对啊。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军华，可以了。这个灌起来真的有小千斤的力道。是，你太棒了，太牛了，这一组牛吧？老赵，你太牛了。OK。